江峰漫谈，朋友们好，今天是2023年的9月28号，恒大这另一只靴子终于落地了啊！关于恒大的老板许家印被逮捕、保镖激烈反抗的传闻呢，是有鼻子有眼的传了好几天了，究竟情况如何呢？在恒大违约暴雷这个炸响之后啊，2万亿的负债浮出水面，不仅说咱们说贫穷会限制人们的想象，连大款们也惊掉了下巴，这钱实在太多了。从去年广州越秀公安微博许家印三个字啊发出来，莫名的神秘，再到许家印跳楼的视频疯传，大家都在等待许家印的结局，等待中央会如何处理许家印。其实呢，人们等待的实际上不是许家印的归宿，而是中国房地产的宿命。9月25号，当有新闻爆出说恒大的债务重组计划被拒，10月份可能宣布破产的时候，我就已经在想说中共开始要对恒大收网了，这座摇摇欲坠的金融房产帝国面临瓦解。然而诡异的是，这个收网的征兆跟中央连续大手笔推出房地产刺激政策方向截然相反。恒大收官，那显然是市场极度负面的信息。唯一的解释是什么？就是即便中央发出了众多利好政策尝试，房地产市场已经充满了无力感。留着许家印和恒大就是维系一份市场的稳定情绪。如果中央已经觉得市场真的没戏了，要这情绪也没用了，才会做出切割。然而这样的切割也是通过像社交平台和外媒喂料的方式传播消息。先是中国社媒21号盛传许家印被捕，他与保镖一度激烈反抗，许家印因此没有出席26号的恒大每周例会，改由行政总裁肖恩主持。然后是昨天27号，彭博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说许家印被警方戴上手铐带走了，目前在指定地点监视居住，并说警方这一行动还不算正式逮捕，所以也不代表许家印一定会被起诉。根据中国刑事诉讼法和监视居住要求呢，许家印要交出他的护照和身份证，未经批准不得离开居住点，也不得与其他人会面或联系，但监视居住最长不得超过6个月。不仅如此，恒大集团以及子公司的多名现任和前任高层也接受了调查，当局正在调查恒大是否违反资金使用规定。16号恒大财富总经理杜亮等人遭到了深圳公安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消息称恒大财富此次被捕人员都是管理阶层，恒大前首席执行官夏海军、首席财务官潘大荣也被控制或带走了。那么到了今天呢，28号晚，消息出来了，恒大在港交所发布公告说公司接到有关部门通知，公司执行董事及董事会主席许家印因涉嫌犯违法犯罪被依法采取强制措施了。公告还说呢，公司股份9月28号上午9点开始在联交所停止买卖，并且呢，这个公司股份将继续这个停止买卖直至另行通知。那么9月28号早间呢，恒大系旗下公司包括中国恒大、恒大汽车、恒大物业在香港交易所集体暂停交易。这份公告呢，虽然是怎么说寥寥几句吧，但是透露的信息很多首先，你看接到有关部门通知。许家印涉嫌违法犯罪，那么这个有关部门是谁呢？警方吗？还是中纪委呢？所谓涉嫌违法犯罪，在中共国的语境里就跟确定了违法犯罪是一样的采取强制措施又是怎样的强制措施呢？通常的做法呢，这里应该是公安部门发出拘捕令进行关押算是强制措施了。那么到这一步呢，就差检察院同意批准发出逮捕令了。而从公安的强制措施拘捕到检察院的逮捕令，那就进入了司法程序，罪名也就确定了最后就等法院过个场是吧。所以呢，许家印呢将被判刑坐牢就是大概率的事情了。现在恒大系的股票已经几乎清零，缩水 90%， 三大平台总市值仅剩下了167亿港元，其次的股票停止买卖，等待另行通知，而没有重新交易的日期。这说明什么？下一步那就是破产清算了。至于最后由谁的白手套透过国资或者是某些民企来进入拆分打包分而食之，我们就拭目以待了。许家印这件事情终于是等于尘埃落定，进入刑事流程。
许老板呢，是中国第一个被采取刑事措施的地产老板，目前不知道罪名是什么。这么说吧，如果是恒大财富的非法集资罪，那还算好一点；如果说是地产项目挪用资金的罪名，好，那就不光是恒大，全国所有的地产老板没有一个逃得掉。因为在中国房地产业啊，各地项目开工，甚至就是仅仅立项后就是可以预售嘛，啊，那开发商在获得购房者的预付款之后呢，开发商啊将这些资金呢，也许用于其他投资项目，而不是用于这一块的房地产项目的建设，这是一个很极其普遍的现象。从房地产经营的资本运营规律来说呢，所有的房地产商都会这么干。一旦这些项目专用之外的投资无法如期收回或者出现亏损，开发商的主要业务资金链就会受到影响。没有足够的资金来继续施工，那么房地产项目会怎么样呢？就没有办法按期交付，这个烂尾楼烂尾就这么来的。但同时呢，对于银行来说，他们与开发商和每一个购房者的合同都是独立的，房产烂尾了，银行根据借款借贷合同依然要跟这些购房者追讨房贷的啊，因此就出现了中国各地老百姓用毕生的积蓄来交头款来买房，这个房子烂尾了，人住不进去了，反而每个月还要还银行钱，就这种现象啊，已经成为动摇中国城市社会稳定的主要因素了。实际上呢，政府在这里的监管作用啊至关重要啊，政府在什么时候伸手，在这时候就应该伸个手啊。对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制度其实也一直都有，监管预售资金的初心是什么？就是为了确保楼盘工程按期完成，不至于烂尾而设立的一道，咱们说是算是防火墙机制吧，保障购房者根本利益的。但现实情况是什么？就是购房者的房款没有进入到专门的监管账户，甚至是进入到了监管账户的资金也被开发商随意支取以作他用。房产商在各地运营啊，往往都是有通天手段的，你有本事拿地，你当然就有本事跟政府官员就是弄一条杠上了，穿一条裤子啊。这政府官员呢，对于银行的官员又具有重大的影响力，因此这个纯粹的银行的风险估算是不存在的啊。对房产商的监管，它不是一个专业操作，而是什么？就是权力操作。更大的房产业生存的环境呢，也是房产商不得不挪用建房资金的主要原因啊。谁都愿意钱够用，但是呢，这个环境由不得你这么干。这个环境更是饱受中央政策的多变而动荡不安。7月24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说，适应我国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的新形势，来适时调整优化房地产政策。啊，这就成了诸多后来咱们一系列的7、8、9月份啊，诸多的房产政策利好出台的一个主要政策和政治依据。然而就这句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的根本判断，就是一句谎言。为啥那么说呢？中国国家统计局前副局长贺谦啊，23号呢，在东莞的一场论坛上公开批评中国房地产泡沫破裂、住房严重供需失衡的情况，说目前的空置房屋数量足以容纳30亿人，也就是说，现有的中国就算14亿人口住不完。那么这么多冗余的这些地盘开发、楼盘开发，那是经年累月的成果呀。泡沫如此巨大，早已供过于求，根本就不是什么供求关系重大变化的新形势啊。这句话说什么意思？好像昨天晚上大家还买不着房子着急呢，今天早上一早起来，哇，房子多的已经足够30亿人住了。不是这种新变化，这是中共以房地产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拉动，然后官员的业绩考核，也就是权力变现的最主要途径，是这么一条途径一直培养的供大于求，不断的盖房子，不断的卖地。一直以来，从中央到地方，不断提高房地产业的金融杠杆。啊，这个许家印的2万亿怎么来的？啊，前两年连续两年亏损了8000多亿，竟然还有大量的资金不断的注入。许家印输在哪里了呢？他输在了对资本的迷信上，输在了资本对权力的控制力上。但是一旦反过来，权力对资本有了另外的渴望，那你像许家印这种代持资本者，你就成了罪不可赦了。
在过去的五年里啊，对教培产业的打击根子在哪儿？不在于这些课外老师，而在于他们后面站着数千亿美元的资本。对科技企业的打击呢，根子上也不在于这些串流平台呀，这些键盘侠们，而在他们后面数以万亿的资本。因此对房地产业，2016年12月14号习近平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了一个叫做房住不炒，后来就成为了中国这个在房地产领域的指导政策了嘛，是吧？其实那个时候就已经清楚房子已经太多了，要去杠杆了。那么他是从需求方下手啊，认为什么，就买的人少了似乎就没有盖房子的热情。但是习近平啊，就如同他所有的烂尾工程一样，那他下一盘大棋，这么大一盘棋他只能看见眼前的一步，而多一步他都看不见。所以你看，限制购买房子并不能限制各地方政府继续用卖地来捞钱的欲望啊，你也无法帮助金融危机以后使用巨大的金融杠杆当中啊众多的受益的权贵集团，你不能够帮助他们及时收回投资啊。2017年一线城市呢就开始遭遇冷冬了啊，反而二线城市呢承受了一线城市的资本流入，那很自然嘛，一线城市北上广的房子等于像二线城市比如说长沙、武汉、成都，像这些房子它是五倍、六倍甚至十倍的价格。中央一看坏了，是吧？这新一轮的更疯狂的这个狂涨，价格狂涨怎么办？本来想稳稳的去杠杆的，现在反而更全面疯狂了，一着急臭棋篓子下棋，就这样，对不对？赶快啊！2020年8月，中国对重点房企融资就提出了三道红线。2020年呢，又推出了银行两条红线，啊，房地产什么贷款占比、个人住房贷款占比，好嘛，这一下子房企和个人购房都被限制死了，活生生掐断了房地产业必须依赖的金融支持。啊，中共把杠杆这头压得低低的，那头房地产业翘得高高的，是吧？然后去杠杆化又不能够温和进行慢慢轻放，看着不行一松手，啪，房地产行业全都从高空中摔下来。这一点非常像什么？非常像全国防疫，从全面清零一个都不放过，然后突然全面放开啊，医疗资源是毫无准备对付这种放开后出现的各种并发症嘛，普通的感冒发烧症状都没有药应对，全国性的灾难迅速爆发。现在全国的房产业也是这个情况，房产商一下子全都撑不住了。2021年下半年中国房地产下行到冰点，交易量、投资额等指标出现腰斩，以恒大为代表的一众地产企业就陷入了严重的经营危机。房住不炒变成了结果什么？房子不买，房子不建，是不是两头死？大量还有那种在建的楼盘又落空了，于是大量的购房市民呢花了钱然后望楼兴叹，特别惨，这个社会，是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处理许家印的确也是出乎预期，本来呢就想着如同去杠杆一样你采取温和措施，许家印他毕竟没有像其他的房产公司的老板娘落跑嘛，当然除了严格的边控也有这个因素啊，还有就是我刚才说的迷信资本的权力的制约，迷信中共最后会出手摆平的一个老游戏规则啊。但是你想啊，他不是坐在那里坐以待毙束手就擒的，是吧？他是等待着你温和处理，以为会有一个善终的。你看如果是束手就擒，就不会有保镖和他的激烈反抗了，对吧？的确也出乎他本人的意外嘛。其实呢，号称洞悉人生、熟知官场的许家印还是没有看透中共。许家印这次突然被擒，恒大接受清盘，就是因为以下原因：房地产业放开政策了，所有的利好进出，结果水波不兴，经济环境恶化，购房资源，也就是咱们说这个人口增长变负增长了，买房人越来越少，是不是？那以及人们的投资生活信心都在下降，这些都已经成了无法扭转的趋势。七月份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7000多万平方米，环比下降了 46.1%， 销售金额7358亿，环比下降 44.7%， 创下今年以来就是新低。
那么这样的数据呢，就促使高层拿出力度更大的救市政策。人们看到什么？就是降利率啊，降首付啊，认房不认贷嘛，这些大招应放尽放。谁知到了八月份，房地产行业数据出炉之后更惨。本来以为七月份降到冰点了吧，哪知道冰点之下呀，那还有冰点，是吧？克尔瑞数据显示呢，八月份 Top 100，就是排名前百位的房企，实现销售金额是3430亿元，环比降低了1.3%，同比降低33.9%。更重要的观察点是什么？就是八月份呢，一二三线城市出现了普跌，价格都往下跌，所以北上广永远涨，就这种神话终于被打破了。中央的产业政策失败，得要有人担责任，谁来担责任？是吧？当人们追问当下的市场被摧毁的责任的时候，房住不炒的这个习思想当然要被人们提起。当年习近平在福建当省长的时候，有个老部下叫做林斌，是吧？他说捧习近平嘛，是吧？近平同志的贵族气质是骨子里透出来的，近平同志讲话沉稳而有哲理，语言平实能深入人心。这下子好，是吧？贵族习近平房住不炒的这个平实语言的确也深入人心了，是吧？被大家都记住。这事儿谁干的？习近平干的，这个责任没跑了吧？中央的政策好，是执行者出了问题。中央的政策好，执行也很坚决，就是出了坏人。这就是中共历史上为领袖推脱责任的惯用手段和法宝，而许家印就是这样找出来的一个坏人。对类似许老板这样的涉及诸多中南海家族和他们的资本的公众人物啊，采取刑事措施，在程序上是需要副国级领导的批示的。这也是刚才语焉不详的说了有关部门啊，所以这不可能是只做做样子，而是一定会判刑的。除了卖地不知道怎样挣钱的中共一直在给房地产加杠杆，那掏空了老百姓多少个钱包，一直把杠杆升到了天，顶到了天，结果呢维持不下去了，一松手，无预案无预警不引导，就如同全面清零一样，突然放开让老百姓自生自灭一样。现在呢，让无数的百姓过去一生的积累，甚至后代子孙的财富都套牢在房地产里面，甚至这房子还只是一个毛坯房，没有电梯的高层，一松手烂尾了。不管后续如何吧，在白领和城市中产者聚集的科技行业、教培行业被打垮之后，伴随着房地产的衰败，中国的钢铁、建筑等众多行业也将迅速的萎缩。而在这些行业里呢，聚集着大量的蓝领产业工人，他们的事业将对中国社会的基础形成无限量的冲击啊，无可限量的冲击。不管如何吧，中国房地产辉煌20年已经过去了，许家印就是这个时代落幕的标志，就是这个行业一个标志性的烂尾楼。